大家好，我是穷游的似水年华。刚刚在这里航拍啊，这里海拔4000了。飞到前面的时候呢，飞机啊突然掉下来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现在啊要去爬山，捡飞机了。走吧，爸爸，走，走走走。哎呀，这真的是，就在板山上。那里，那里。那个方向去，这下是麻烦了啊！掉到哪里都不知道了，反正是掉下来了。哎呦，哎，慢慢爬爬吧，不着急。我爸喘的不行啊，哎，哎，哎，这里也没有电线啊，好好的就掉下来了。我已经看见了。朋友们，这里什么都没有啊，没有电线，什么都没有。好好的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两个桨叶断了。真的不知道咋回事，好好的就不行了。这个地方是一个斜坡，发现第三个桨叶，四对八个啊，现在已经找到四个了，还有四个，这里还有一个。插在地上，走了一圈啊，飞机掉下去，周围50米啊，只找到六个桨叶，还有两个不知道掉哪里了，不找了。哎，真的是没法说，不知道咋回事。我本来以为是撞到电线了。这上面哪有电线？还好呢，就是离这个车并不是太远，包括这个坡，虽然说挺陡的，但是没有那么陡，人的话还是可以爬上去的。全部补充上，摄像头掉了。这里修了，什么电呢？是咋着？是碰的？也某碰，也不是某电了，不知道是咋了。附近也没修着。某青藏高原啊，附近修的地方没有，先给客服打个电话吧，问问咋回事。先打个电话。
欢迎致电 DJI 大疆创新，微信关注大疆，在线咨询更方便。航拍无人机技术支持，请按一；手持摄影技术支持，请按二；行业应用技术支持 ，Mavic 系列请按一 ，Air Mini 系列请按二；精灵系列或小请按三；木系列请按四 ；FPV 系列请按五 ；Ovato 系列请按六；投诉与建议请按零。重听。为保障服务质量，本次通话有可能会被录音。接通中，请稍后。非常抱歉，当前等待客户叫拨，如咨询维修进度，请关注大疆微信公众号，自助查询更方便。如需电话服务，请您耐心等候。大疆创新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我这个无人机是那个2S 那个型号。嗯。就是海拔大概4000米吧，就是飞的时候呢，突然间就掉下来了，摔坏了。是直接坠落了吗，先生？对对，我本来以为碰到电线还是碰到山了，也没有山也没有电线，正飞的时候就掉落了。您现在机器有找到吗？机器刚刚找到。找到了，那是这样的，因为目前的话，咱们这个掉落的话，它是属于一个飞行事故了。咱们现在的话是有一个专门处理事故的一个专线，我这边先帮您转接过去，帮您处理一下这个事情，可以吗？好，你转吧，飞行事故啊。对对对，您先不要挂机，我这边再先帮您转接过去，稍等一下哈。嗯，你转。你好 ，DJI 大疆创新，很高兴为您服务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你好，就是我现在在青海这边，海拔大概4000米吧，就正航拍着呢，飞机啊就掉下来了，摔坏了。啊，现在给您造成不便了，咱们机器的型号什么呢？就那个2S 的型号。哎呀 ，2S。对。现在咱们飞机的话，大概什么时候购买的呢？当时有没有购买增值服务？是否还在保修期内？保修期多久？保修期是一年，先生。一年的话，好像过期了呀。先生，我用您手机号查询您名下的话有一台这个 ARS， 对，您这台飞机吗？我看是21年2季合的。21年买的啊。嗯。那现在都23年了，这不是已经过期了？对，是的，先生。那这个没关系，您看方便的话，咱们把您现在受损的飞机先寄到售后这边，让工程师给您做一个全面的检测，看一下飞机内部是否有异常、有隐患之类的。到时候也会把这个处理方案制定好，会同步给您的。提前和您告知一下，因为通过保修期的设备的话，如果涉及这个维修，可能是需要支付一定的这个维修以及这个服务费用的。当然，您也完全放心，咱们工程师检测部也是根据这个检测结果，也会把这个更换的配件金额这些也会和您告知的。经过您确认之后再帮您更换，有什么疑问，咱们可以随时联系的。就是我想问一下啊，就是你像正常飞行啊，也没有电线，也没有山，正在飞呢。就掉下来了，幸亏是在这个青藏高原这边。如果说在城市的话，这掉下来，你说要砸到人的话，这谁来承担啊？这？嗯，先生，您的心情我也是非常理解的。对于无人机这种精密的电子设备，日常使用环境、使用频率的原因，可能都会对这个零部件的性能产生影响。因此，市面上出售的任何一款电子产品都是有一定保修期的。咱们对保修期内的产品，就对于符合保修状态的产品提供免费的这个保修服务。对于保修期外的话，咱们这边也是继续提供这个服务的，但是可能会基于维修成本收取一定这个维修服务费用。就现在这个情况，就是我这个已经过了一年的保质期了。就不管是我自己人为的，还是说本身机器有问题，就现在我都得付费维修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先生，是的。前面这个山呢比较好看啊，我认为比较好看，
我就想啊，从这里起飞，然后从这个飞过去嘛，结果到这个半坡就已经掉下来了。还是那句话，朋友们，真的是非常的庆幸啊。如果说是在县城，是在城市，那后果不堪设想，掉下来砸到人家的头，那可不是说修一下几千块钱能搞定的了啊，那可能几万都搞不定，实话实说啊。还有呢，就是排除这个电池温度过低的情况啊，因为我从前面啊就开始拍了，一路拍过来的，电池也不可能说是没电了啊。如果说无人机电池没电的话，它会自动降落的，你强行飞的话是飞不了的啊，是飞不了的。大伙儿看看，就一点钢丝啊，并且这钢丝感觉有的也断了，连着呢。如果说没这个钢丝的话，就这个也找不到了。我用大疆的无人机应该是用了整整快六年了，2018年呢我就使用他们的产品了啊。我说句实话啊，这大疆啊挺让我心寒的，真的挺让心寒的。我不说作为一个老用户吧，哪怕作为一个新用户，过保一年他们就不管了。说真的啊，我挺心寒的，因为这东西啊一年当中飞不了那么多次啊。我们旅行的可能还飞得多一点，但是的话一个月也可能就飞个撑死10次啊，不会再多了。如果说你在城市里住的话，那根本一年飞不了几次，就无缘无故的就掉下来了，没有撞山，也没有撞电线，更没有说是撞房屋，好好的就掉下来了。那你寄过来我们给你看一看是不是。如果说真的是我们的问题的话，虽然说是过保了，但是呢维修费用啊也可以给你优惠一些。我觉得这也是一句话啊，让人宽心的话。但是呢就没有这句话啊。我呢作为一个老用户啊，这个大疆呢在我心里啊我是明白的啊，他们这个寄回去呢是比较慢的啊，收到之后呢还要检查，检查给你这个单子，然后要不要修。我呢就打算找一个专门维修的啊，也比较简单，视频里啊给人家看一下是什么毛病，他大概给个价钱，我觉得合适的话就寄过去，他修好之后呢给我拿过来啊，就是私人的了，私人修，不是说是官方修啊，个人修。现在先往前走，这里是垭口，先下去再说，这高原反应啊会有的啊，猛的一上来。车停下了，已经下来了，朋友们，下来了。刚刚呢，在哪里？我给你看看啊，就在前面那个山上。这边有个人啊，给他们说了一声，停下来那个草地上。你看啊，就是这个山，从山上下来了。环境是真好啊。依旧的青青的小溪，天真蓝。刚刚视频里边问了一下修无人机的，这无人机的毛病还是挺多的。这里边的钢丝确定是断了啊，线也断了，断了不止一根，好多根，4个这个桨叶全部断，不知道里边这个电机有没有问题，现在还测试不出来。然后你看啊，启动一下，就这里边嗡噪声特别大，本来不会有这么大的噪音的，
现在去顺丰快递那里，把这无人机赶紧发回去，让他修。坏的地方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啊，现在着急得很，赶紧赶到那个顺丰快递那里，争取今天能发出去啊。这没有无人机的话，这么好的景色不好展现啊。终于是到了啊，前面有个小镇，车子直接停在顺丰的门口了，全部发回去。等一下，电池你没放吗？电池没放。好了，你们这边寄坏的无人机多吗？我今天都寄了好几个无人机，去都取了几个了，然后寄走，然后再发回来，并且都是大疆的。都是坏了是吧？寄的一般都是坏的。现在天也黑了，这个无人机啊，是我2021年在新疆买的。我记得特别清楚啊，上一任的无人机在新疆的盘龙古道，也是。不知道什么原因直接从天上掉下来了，那下面是水泥路啊，就摔得稀巴烂，当时呢也是很伤心啊，因为摔得太严重了也就没有修了，再一个的话就那个型号啊太老了。当时在新疆的时候呢，我记得视频最后啊说了一句话，这无人机挺贵的，这平时拍视频啊也挣不了多少钱，如果说大家看我视频拍的还可以的话，航拍的还可以的话，可以啊给我打赏打赏，这个平台是支持打赏的功能的啊。但是就是因为说了这句话给我带来了非常多的麻烦啊，到现在啊我都想不明白，现在是2023年的6月底了，马上7月了，这平台啊是支持打赏的，为什么被人说的那么不堪呢？哎呀，我真的是想不明白啊，到现在都想不明白。这我平时啊很少直播，直播的时候呢也从来没有打过 PK 啊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打过一次 PK。 那打 PK 的那些人帮忙，对不对？大家上上票可以众筹众筹怎么样的，我觉得这个也是平台支持的。能看到视频最后的人啊都是老朋友了，还是我2年前的那句话吧，大家觉得我这拍的不错的啊，这平台啊本身就支持打赏的行为，这大家啊可以帮忙打赏个1块2块都可以的啊。因为现在这个自媒体啊确实不好做，这修一下的话确实也很高啊，然后打不打赏都没关系啊，这修肯定要修的。最后呢感谢大家的支持啊，感谢感谢。